这位澳洲歌手 Betty Hu 怎么那么贴心啊？小姐们，今天和 Masca 宇宙人还有韩国来的日本来的 Burger Fry 大学歌手及 DJ 为今晚的酒商品牌举行的活动现场演唱会时间，大家登上红毯一起拍大合照。嘿嘿，这老肖真在澳洲歌手旁足足矮了一大截耶！今天怎么没有跟肖哥谢一下喜呢？我不要啊，我为什么要？真实的。没有，好啦，没有就没有。另外今晚来的看秀嘉宾是即将在十二月出嫁的蔡诗芸，现在应该为了婚礼忙得焦头烂额吧。年底要结婚，现在的心情还蛮开心，然后也很紧张。好像已经开始不用避讳了，是真的。这个比较私人。这个比较私人一点点，我觉得现在我们一切都还在准备，就是婚礼的东西呢，自己就是一切都是顺其自然这样。OK， 例行访问到此结束，周末夜就让我们好好来听歌吧。有老肖在的场子必定会下雨。报道。这位澳洲歌手 Betty Hu 怎么那么贴心啊？小姐们，今天和 Masca 宇宙人还有韩国来的日本来的 Burger Fry 大学歌手及 DJ 为今晚的酒商品牌举行的活动现场演唱会时间，大家登上红毯一起拍大合照。嘿嘿，这老肖真在澳洲歌手旁足足矮了一大截耶！今天怎么没有跟肖哥谢一下喜呢？我不要啊，我为什么要？真实的。没有，好啦，没有就没有。另外今晚来的看秀嘉宾是即将在十二月出嫁的蔡诗芸，现在应该为了婚礼忙得焦头烂额吧。年底要结婚，现在的心情还蛮开心，然后也很紧张。好像已经开始不用避讳了，是真的。这个比较私人。这个比较私人一点点，我觉得现在我们一切都还在准备，就是婚礼的东西呢，自己就是一切都是顺其自然这样。OK， 例行访问到此结束，周末夜就让我们好好来听歌吧。有老肖在的场子必定会下雨。报道。